心里，再加上，哼，只有二零，你确定要给加上吗？他马上进那个钱，给，我至少能出三个。没看，那就看一下。怎么伤害这么高吗？啊，你就小度啊，我出个灯。我要先去，你打雷龙不再回。想打，但是怕人家不收留我。我们自己打呗。小度，这把砍的怎么样，小度？小度不会是指飞黄吧？他那个什么好机会，小度是的，砍的是挺爽，砍的是挺爽，刀都砍钝了。嗯，这就是 VPH 吗？这个是Stagger脸。这 boss 是不是只有一个 stack 机制啊？嗯？我带地，我带地。我也地了，地。地，那我开几个 frame 吧。那不用开，我换火就好。没事，我先吃中。可能对方带的是 F 吗？嗯，哎，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，开箱。可能你们两个人加起来还没我箱子多。我救赎套的时间快没了。啊，跑，进，救赎套90秒。奥运最近了，好像是我啊，进了，我，哎，是我呢。啊，循环烂掉。第一。硬咯。但呢？我操你妈！这边带一下吧。OK。放这里。往下、啊。加上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一个圈圈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一，开始减伤。三级肾都不光，那我要是带两一级肾，那玩勾吧，玩勾吧呀。三级肾会加暴击率吗？三级肾暴击更高呀。什么生活所？每一级肾加来了，我回来偷了，我回来偷。哦，没有，我们打完了，有点累，有点想吃饭了，打了好久。啊？没穿。啊？什么？哎，我他妈大招又光完。过来蹭蹭，过来蹭蹭，伤了。哎，躺你后面，跳我一下。我需要，我需要，我在一，我在一。你倒是射。怎么呢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为什么？不会在圈里吧？哎，嗯，好像是啊，记了吗？记了。为什么是门？那是这样的呢？我的视角什么都看不到，在哪里那个机关？辉煌要射在外面，他刚好那个线的终点在那个地上的圆圈里。啊，那我的，没过没过。怎么样？就进度能怎么说？往外面射，他这个就打完山底是。对，我刚才看不到任何球，是歪了应该。糟糕，你们见到气血了吗？怎么？怎么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最多就打到山底了。哦，糟糕，那还得、哦、糟糕，还有一阵子。
是的，是的。困难魔化。他们好多人不会做那个 normal pattern， 很讨人厌的。是这样。然后说的也不听，说的也进了吗？进了，我以为是镜子呢，我操！好急，镜子刚不出了吗？镜子出了，完了，亚白开始梦游了。他们是跟他们说，就是你蓝色的就不要砸掉嘛。然后他们怎么砸？他们一砸三个，牛皮。太恐怖了。如果你的 DPS 不够的话，可能得 break，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 no break。也是没砸中第二个，可惜可惜。砸三个，砸掉一个，然后一个一血，然后砸到中间一个。哎，这太酷，甚至还砸到中间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太恐怖了。砸三还有个可能，就是三说不定下面的时候正好恢复，三是可以勉强砸，几率很小，不要试。三尽量不要砸，三是那个。对他们，哇，他们有，我们有一次破，我又回来了，宝贝们。他是就是刚开始就是掉陨石之下，加三九掉了两滴，三掉了两滴。我说往零点放就行了。九掉了两个，三掉了两个，因为一般来说九三总共都只能被砸两次，你不会去 break 九或者三的。啊，他消失了，没有进去吗？对啊，他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我在一，当时好像是。我先看一下这个东西 ，OK， 我往这边上。那个、谁，九跟十一两个人站到了九，十二站到了十一，然后一点的两。你看我这边是完全看不到中间那三个圈的。啊，哦，神秘啊，你们排的。就是中间三个圈是一定会出的，所以不用看，就往外射就行。很恐怖，很恐怖，我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有点难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个东西，没事，不急，撑一下。不用，让我多来个气。OK。哎，飞了，他飞了，他玩不起，他玩不起，他欺负你没有翅膀，飞王。翅膀算小，飞王有艾斯特。但照理来说，这两个的几率不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真的，算是谁跟我讲？算是谁贡献？我们对这么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吃翅膀的时候，没有就是一个厨师出了一个艾斯特，怎么不一样？翅膀也挺少的吧？哎，其实快点回去，太恐怖了！我上右上，太恐怖了！十二点多一个白的，这是左上。都吃完，好，你世界。那小飞机竟然不会晒化掉？晒化掉？郭科技，真的，这个太空材料啊！真的是这边吗？真的是。感觉我这个很累，我在那边一边打字，然后一边酷酷摁技能，然后一边摁 Sidereal。哇哦，没 buff。我操，是谁？别转了，别转了。我先别个刀，你们把 buff 运过来，有没有说法？没有 buff。别转了。有没有可能就没有 buff 呢？对啊，消失很久了，在那之前就没有喽。挂机，哎，让他打下来，打一下。buff 来了。哎，都亮，好慌，开局线了。我他妈像个被翻锅的鸡蛋，我操！那要吃饭了，我今天还没吃饭，但是不是很想出去。点上，点完没？那个就行了，不用吃。来这个三十个 chicken nugget， 两个 cheeseburger， 还有那个 two 一个两份中薯片。呀，呜，起飞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没有。你一定有什么意思？听我瞎编啥？这样吧，妈，我的大炮，自己想一个，还是我给你编一个？你给我编一个吧。十二点，十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是吧？
对。哎呀，那不要太好笑了。嗯，这么舒服的一二三四，我操！吃什么好兄弟？爆发要几秒？哎呀，我不知道。他妈揍一下！就那碰不到了，碰不到算了。我继续去外面轻生。OK， 不是我。我落地了。我靠！哎呦喂！水被水了，没了。有人被定住了，有人被定住了，是我操！那麦克带过来两个群，我下面有个群，好吓人。哎，没 buff 了吗？又没有，不要。我先打。来个 buff， 来个 buff， 来来来来来。就说愣着干嘛的？不想打这个，不想玩这个号。觉醒都可以。可以。想玩慢逆，想玩慢逆。什么？想玩慢逆。我操！一个禁锢，哎呦！打得好，各位。哦，什么金色的东西？卢卡不是。普通 deathless。不是你们这边不是都重开了吗？还 deathless 呢？哦，操！你们不是金刚重开了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！死的是谁呢？是你的射线。啊，对哦，不是死人，是错误射线。有没有人说蓝蓝的东西？有啊，好，你可以安静活。我出了720个。你再说话，就给你扣几条黑雾。哎，去吃饭吧。我要吃先发制人，怎么说？然后往里投放一个赵将，就吊打你，真的。吊打。拿走，拿走。有的时候啊，你不能这么刺激人的。他太过分了，他这么刺激我的。行，不行，你给我变一个。一二三四。变不出来。就那种蓝蓝的。好。水晶一样。好。哇，好过分，好过分！他还拿这个调戏我。你在哪里？我知道你想拿什么，给我走开！我不要蓝穗。你又知道，你又知道我要给你什么？你又知道了？对，你又知道了。因为我正在看着这个东西。他有一个，他这个是什么？是个刀锋吗？好玩是吧？你被 Honey Cake Gatekeep 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更好玩了。啊？刀锋叫阿利亚。哎，这个是刀锋还是死神啊？我操，哪个是死神啊？我操，一个小刀，小刀，有一个翅膀的是死神。啊，对对，一个翅膀是死神，然后两把剑的那个是双刀。那这个死神他叫考林，他也是考字辈的。考字辈。哎，想切个77。所以说是考大象的座下门徒。有可能哦。不是86那么好切，为什么77这么难切？同门师兄啊。不知道呀，就看他有多大呀。哦，这个石头不能切77，这个石头切77出大问题。吃饭吃饭。Viking Heavy Arm 不能切77。Heavy Arm 可以切，不，但 Viking 不能说。厉害。OK， 扔掉。什么石头？月华。三号今天还在打，看
小华，快了快了，快结束。小华，你不是说游戏好看吗？他马桶到现在还没启动啊。小华，去洗个澡吧。小华呢？去洗个澡，一会儿回来。现在我有两个选择。那想害人，我操！我也不知道骂这个飞环。小华呢？我的话我们还没开，我操！吃饭去。是不是以后不能叫他飞环，以后要叫他艾斯特？艾斯特在吗？艾斯特。艾斯特。我想办法搞一颗石。我这你真叫艾斯特了是吧？混蛋！不然呢？不然呢？我叫了你七八声，叫了你艾斯特，你再回我。飞王叫七八声，我操！刚去收拾东西了。啊！叫艾斯特就听到你的，嗯，好。圈神在这里，所以说我准备开卡本。怎么说？我直接开卡了。还有人吗？开都乱起来，我操！乱起来。你可以边整理东西。怎么来下手？他有人把白石头全收了。他会来吗？白收轰你。白霜全身上的第一反应是徐老师。阿辉，紫白霜风你。阿辉呢？你他妈！死神不是刀锋的酒器只能带二圣吗？老子逼！肯定带是二圣呀，你一般带什么？平易的可以弹二 cost。刀带二圣。怎么都在哪看呢？但是戴二圣有点难受啊，这暴击率本来就很难受。你不是你如果不暴击，多那五暴击率也没用。我跟你说，我成了，成啥了？成啥了？我被说哄你，跟国际类型。哎，我觉得刀锋得冷炼金出来才能玩，他们真玩不了。这暴击率，这不我血压他妈嘎嘎高。我跟看了一下 meter， 我那个暴击率52，我跟你说52。52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blaze rush， 就是本身加了40%暴击率的。要不然甚至还不到50，然后我面板的暴击有他妈70，我操，我真的看不懂。来人卡乱，来人卡乱，全神。啊，我在疯狂卖石头，我操，稍等。别卖。有个逼在使劲卖白石头，我他妈在使劲卖，我操。什么白石头啊？你说那个就是生活技的那个？对。阿辉。阿辉。喂，阿辉吃饭去了。我今天把那个项链自己用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我切个酒器，切。嗯，我的建议是啊，你先给那个手枪仔拉上去，你再考虑项链的事。现在那个1620还是得先拉的。感觉这个还有多少天啊？没几天了，一个多礼拜。两周的银币产出可能不够，不够的，所以你肯定是要 gold shop， 所以你还不如多花点 gold。现在这个活动岛还有人去吗？那我不去。确实啊。对不起，刚才不是跑那四门吗？我三弟，你猜我三弟干什么了吧？你就先猜一猜吧。不知道。三弟放了个阿兹纳。我操！你怎么知道？正常操作，正常开荒很多这种。真的假的？山里放了金娜会怎么办？我没用，没用，会变得很快。煤气，只是挑战难度大而已。金娜现在没用，这就是这就跟那天带车的时候，你在那个走迷宫的时候放一个金娜全打 invisible。对啊，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。但是啊，你就说好不好看？就是我们
昨天带车山地就是没放，对啊，没放确实昨天山地来看看，其实山地不放山地是没问题的，差一个人有没有黑奴？稍微敏捷一点，稍微脑子灵性一点，有没有黑奴？手脚协调一点就行，手脚协调一点。在那里挂机的黑奴有没有来一个？黑奴有没有工资啊？黑奴，哎，反正不是我给工资，还给工资。我三十绝光卡，我他妈要啥光卡？工资就是有机会出卡。啊？问题是我不要卡呀。在密的呗，不是没卡吗？不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免费带卡的吗？不是这还有人没有三十绝光卡啊？好，这一六是纸糊的吗？哦，还有个刀锋啊，那就解释的清楚了。怎么有个汤尼猴子在我旁边开了个机器人，然后顺进床上走？这女巫和刀锋，来个人。妈纸糊的，我操！要是一个坐，他直接被坐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！赶紧今天要听一首这个这么冷的天。那我开对了。吃饭去了，我操！这么冷的天，我晒干了沉默，回的很。哎，跳跳跳，赶紧跳！是谁又进来的呢？跟着我的。三二一，我走！哎，没看到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嗯。别说我自以为是，可怜像扑火飞蛾，人品无用。好，听到老玄听到这首歌，我想起他妈两个他妈肩膀上来俩烟嘴。对，来俩棍儿，来俩什么小山，我操。跟那海绵宝宝里边那个他妈那个反派一样。不理你为了排到宽点的戏。AFK Carlon 都没人了，我屌你妈！我他妈被炸飞了，怎么回事呢 ？AFK Carlon 都没人，刀锋打的 Q 不好爽啊！你疯还是我疯了？一批那个小怪死一片，全是血。你不是你试试用那个召唤？嗯。小王，他去洗澡了。小王也是用卡，小王也不用卡的，他也三十个区。等我一下，我把阿卡三门了。大哥来看黑女的，你可以下个车，他们发的很快的。一帮快吧，我一个人跑。这人能说到我吗？这个 SSG 是谁？蓝色大兔子大姐。SSG。物理。SSG。操！今天怎么一直心率不齐啊？快洗内了呗！心率不齐很容易引发那个。现在不行，心率休息。不是，就那种心脏突然咯噔一下，也不是就突然，会颤一下，我知道。嗯，也不是什么心慌什么的，也没有突然出现这种，就突然咯噔一下。我这个 timing， 我昨天就劈到第一下，我操，差一点劈到第二下。我昨天睡觉了，还没劈到第二下，开心。我昨天睡觉了。嗯。年轻人身体真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哎呦！我身体一半的原因都是因为睡眠不齐，但我睡了呀！什么笑声呀！我操！这老色批招牌色批笑声。老色批，你能不能换个？这个不是，我跟你说啊。这个象棋开觉醒的时候被那个 boss 给抓起来了，就他在天上就飞机要捅下来的时候被 boss 那个抓到上面去了。哦，你们要再卖一级宝石吗？一级宝石好像又变价了。笑死我了！不是谁吃饱撑着去吗？一级宝石，一级宝石很贵，你买吗？
他卖一万，我卖。不是一起宝石300多，我操！这不就是你们上次说的一本万利的？是的呀。我再看二级宝石，他妈只要50呢，十几币。啊，妈这是我啊！这个圣骑就天上那个，在天上那个。那个双手举天，然后准备捅下来，然后被 boss 给抓到触手上了。哎呀，给我整笑了，我操！你们快去买一级宝石吧，它真的好贵啊。什么一级宝石这么畜生的，我操！正常的二级宝石都挺便宜的。神经病，让我想想。哎，舒服。哎，乌龟龟这么神奇。OK， 没有云包，开始自己念了是吧？耶！清晨，星期六了，快把云包摆上去啊！还没到11:59呢，哎。重点是还有点空缺，他们并没有。我投票去。他这里并没有多少骑士。麦克，你猜我落后了什么？西购，想打西西购和 R。你为什么可以选两选三个？啊，我没选三个，我就选两个呀。不是痛心疾首，撕心裂肺版。就是你那个。对呀 ，R 的痛心疾首撕心裂肺版不是你那个吗？好吧。他自己扔不出来自己了，怎么办？艾斯赢了，艾斯赢了，完了，没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我的这个啊？不对劲啊！加吗？因为他们想啊啊啊啊啊啊啊！真不行，真不行，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。没什么问题。为什么没有人选老四 P 那个？你说的都对呀、啊。那肯定没有啊，我那个又不出彩是吧？你那个比较出彩。没事，你可以选，你别忘记麦克还没选呢。嘿嘿，好。我来看看还有谁能选啊？飞狂有没有云包？飞狂没有云包。飞狂真没有。飞狂有啊，应该有啊，叫埃斯特是什么呗？那个埃斯特能量是什么？那个没录，还没录啊，没录。到时候给飞王小黑屋录一下。可惜。这个我觉得得录一下，真得录一下。飞王，你现在说一下呗，我想想知道你当时的语气是什么样的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以为他在开玩笑。埃斯特能量是什么？这个埃斯特能量是什么？我以为这批会发的那个状况稳定的。开始惨叫！我操！那个开始惨叫。真的啊，飞神带上去然后开始残局啊，而且你实在选不起的话，你把老师逼的红厨留下来。红厨，哎我操，红厨吗？哎呀，赶紧让木木把那个什么录下来，我受不了了。那好好好，那什么啊，我真想用那个，那个他妈太屌。什么啊，一天不听浑身难受。好好，不因为来变傻杯傻杯，我觉得应该把阿波叫来录音。那个该呀，我阿波来了，打你屁。 I can't send you there。 阿波来就是阿波来就是看看你的呆呆，打你屁股，超市里大扫步，第三局。等等，他妈一万年没看到阿波了。啊，我可以把他现在叫过来。好、他应该在撸吧？没有，他在玩 Niki 啊。他在玩星铁。恶魔波哥。没有，他在玩 Niki， 他在玩，应该在玩 Niki。Niki 星铁都有。他应该特喜欢玩那个东西，我感觉。恶魔波刚。恶魔波刚，
对，他还没给我报装备呢，上次把七级宝石捐给我来着。嗯，我管他要啊，我也要，他肯定给我。啊，不可能，我先说好的，我先说好的。他不给我的话，他下次看见他的，他可能后面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吧。那我想我会找十个老师，其中就有老师批问题。哎，叶白买金吗？嗯，我目前回来就买过一次，一次还都用在皮肤上，很烦。好马血，八十。那你那个你有困难翻吗？困难看没有啊？可以有，但不想有。真正的 F2P。你想想，雨伞这个职业真的好感度非常高，我看着我都很舒服。真的吗？然后那个。对，然后那个还是温菲尔都很好玩。对，然后对你不是你队友也喜欢啊，就有个加速的加暴击的谁不喜欢？那这也挺好，还是全部覆盖的。而且假如你把它培养的很高，伤害其实也不俗。坐骑能不能染色？那我感觉就属于那种有多少的宝石打多少伤害的。对啊，很稳定。它绝对不是低下的输出，绝对是中间的。大本版本，而且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，它也很赏心悦目。你看我这个黑猫，黑猫就看不来。这个黑丝黑裙，没有技能了。你 reskin 一下吧，我帮你捏吧，你捏的好丑啊！你看你这样往下一放，你的脸是不是？你可能放大脸还不错，但这样远近看这个脸，是不是有点崩？我都是看放大的。叶白有没有梦幻的奶没打的？啊，没了呢。只是还有普梦的奶没打的，一到四的。下周可以拿去随便拿。好，带着。嗯，我那个狂战如果有的话，我就配那个 S 和 T 的。我身上好几件 S 和 T 的装备可以用。我觉得可以下周。那之后我就打个一到三。不对啊，下周也没打四。下周可以一到四啊，你那个狂战，我可以再配一个。我可以再配个号。下周一到四的话，他那个啥，那个有星辰那边一到四号不一定有，他们就一般是第一周一到四比较多。对，他一般都是有。我提前跟他说，我让他留。那我那个号就是说三拖有点累的，得配一个很大的 C 才行。啊、反正我没有。那这个大 C 就避不住了，进来一个，下次一定。下次一定吗？哦，对完啊，方式，我的方式，小心门外有鬼啊！不想玩了，跟着我，我操！快来吧，糟老头子，帅得很。OK， 来吧，卡老师，卡老师，来了，这个九一帮我顺便帅一把。艾斯特，上前，艾斯特，帅一把。现在打啥呀？你也回来了？啊，我开车开艾斯特 rush， 点武器，开个直播我给你上。还有两个位置，还有两个位置。你要现在不？你什么时候再说？我现在可以点。你要打啥再说？晚点吧。我觉得 Cut Run 这个比较重要。Cut Run 重要，对，感觉。来呗。我给还有两个位置。。我。来。开打。快升级。正在切号。就。废话已经装，废话已经装进来了。为什么突然人多了起来？刚才还没人呢。这个我可以挂机看番。多少才能打？梦幻。现在也可以，现在打。艾麦是谁？艾麦是谁？不知道。艾麦是谁啊 ？Mother Hunter Amigo 姐姐。这个娜娜又是谁啊 ？OK， 龙马来，再开车。
这是伊娜娜，人满了，我都没进去。这个 Badly 又是谁啊？他们很过分。为什么一下子钻进来三个陌生人？应该是福吉瓦的吧？是吗？底下也没进去。你说你还走啊？请各位乘客绑好安全带，不要做多余的动作，在家里好好待着。OK， 汉克要表演修三文了，我操！修三文非常精彩，好看，我还有节目看。电子榨菜，还有高手。我操！我怎么还有两个 UV 一没打？我崩溃。我也有，我也有，不够我有三个情况。我就剩两个 UV 一个天剑，其他都打。救救救救！好，不了一点子，自动跳过都开了，很好，这很不错。如果我是两个奶能救一下啊，那行，能，可以，那没问题，那超没问题，那太行，那你救救我吧。好像是两个 S 就只能那个两个奶一个地，那个地可大可大。我两个奶都还没打，奶可以一块的，我地没法把你带进。这是最他妈心痛的，他妈的九十九跟一百，我他妈做不了五级啊！真没事。说不定我有一个矿员 PC 里面没有人阿卡没打了，我们挺多的呀，看一看，挺多的，不是困难吗？对，困难是你们那一场，他本来下午说有一场看，结果他妈的说着说着人没了，不是晚上是什么丘比先缺奶我就上奶，缺地尽量先把那个地打，因为奶好找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准，非常好。走啊，麦克。走啊，干嘛 ？More Coco Self Strong。哦，人都不见了。Oh, Self Strong 还在啊？在。那 Neat 呢 ？Neat 没装的。走、啊。怎么说？对啊，暴毙了一个，我还重新打完蓝，怎么掉线了一个？妈的，航海拔线了。我的建议是啊，等会儿先把那个卡里狗斯打了，卡里狗斯太关键了。可以打卡里狗斯。真被他妈 gay 屁股不想玩游戏。阿辉说什么？每被 gay 屁股一次，我这个艾斯特就多电脑死机了。天出啊、电脑死机？没。还有高手？还有高手？我操！今天那第二车梦幻一到四，我操！三文高手如云出啊！怎么说？铁哥，你想加入他们吗？哎，麦克，或者我去把刀锋配一下，我给你配个工具人出来。要别的高手人，把你刀锋当工具人。我操，刀锋 RE 工具人啊！不是我，那你工具人我怎么办？我都没有。你不是狂战吗？我那一五七零六七五。还会要多久啊？应该够吧。我才十个七。那再说。我的建议是下礼拜啊。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。这个号要么四坨，要么就一个等。肯定下个礼拜，肯定下个礼拜。阿辉要多久啊？阿辉。好。你回来要多久呢？我在上游戏现在。OK。我说要卡利利狗斯吗？卡利利狗斯，卡利利狗斯。真的利狗斯啊！我吓死我了。突然一个阿康飞过去，怎么那么大个阿康呢？也可以李狗 C 啊，李狗 C， 李狗 C， 李狗 C 不是李狗，李狗现在在干嘛？回国了，他妈是两地两的、他回国回多久啊？啥也没打、快回来了，李狗 C， 算了，卡牌等下周再去困难冒险，这周还是打普通好。来，卡利利狗斯，卡利利狗斯。布努马坦 ，Want to sell Vodak Harmon support？ 哦，那还真的不止一个人想。阿蒙已经开始带车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有人卖辅助，陪你打 hard mode。哦，陪练呗。这个人我记得在那个之前就看到过 ，Not Me But You。
对，我之前就在那个这边看到他在卖辅助，他是卖多少的？1620的辅助吗？对啊，困难 Vortex 有没有卖普通的呀？我也想找个普通，但是没关系，到专业队呗。我两个普通哈，三个。因为他这样，如果我第一门没算过的话，哎，有普通应该也没结算，应该无所谓。我感觉老完以后这个本就打得特别清，不老的本。他这种，他这种卖辅助都是按时间算的。那如果是因为他的失误导致的，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卖辅助都是。那不是那不是四个人就可以卖吗？那不行，我觉得如果他的失误就得扣工资啊。他就是说你给钱辅助陪你打。我到最后还得倒贴，一直重开，那等于他妈的浪费，就是拖延时间，然后混工钱。嗯，对的。别拖延了，卡利利公司等你一个出来。我在上。我操，我们还有个小丑没打啊！打个梦幻丹，我们这个号去打小丑，真他妈纯享版，说实话。赵真，我操，真好玩吧？我们这个号真好玩，跟当年他们那个就是 ATKZO 他们那个直播打个小丑，一个含金量。你们每人回一下赵正军想打什么吗？来来来，我们在打卡莉莉狗斯，冲吧亚巴，马上去打普通梦幻一到二，打完以后打小丑，直接 matchmaking， OK， 接一下那个 weekly 要接，我操，你他妈好聪明，我一进去就进去。哈，你可以给在三门修车啊？对啊，我在三门是玩 Lobby Simulator 呢，我找歌呢，我在。Lobby Simulator， 带我打。我给你唱，你要听什么？我给你唱。我他妈的歌没歌词啊！我操，你唱什么呢？上我号帮我打。还剩两个。他吐。兄弟们，小出一张。没卡，差评。啊？出了吗？啊？出了女神。哇，完蛋。再咬我吧，切、哦！没有奶哎、欸，啊，没有奶，没奶呗。那你们都得死呀、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！我高手不会死，给你。老子屁来不来？练枪。我觉得我这个Coco Challenge零零奖。我反正只有五瓶药。我五瓶绿药。我五瓶蓝药，我出来之后才发现它是我蓝色。嗯，为什么我没看到？死了，找银花，好讽哦！铁哥刚才说什么？我刚刚说他练枪，我练枪，你来不来？我在哥俩坑。OK， 没打完，一会儿我们拖上飞黄吧。没看到上，谁在挂机？是谁在挂机？伤害最高的没上，只等十一点那个阿看打完，应该十一点阿看零点十二点之前应该能打完，十二点应该可以。啊，我们十二点就可以去打西西哥。把我这两个阿看跑去，想打西西哥。不是 SP 赵将军，你也没邀我，游戏怎么办是吧？好潮，嗯，你的意思是你开个直播你就说邀我了是吧？我没收到，我不接，但是我拒绝。我懂了，你的意思是我不在线。好靠，这就是你下一个本惊不惊喜？你会被一个大镰刀一刀嘎掉。没有啊，普通没有大镰刀，就不知道普通大部分情况下没有，只有偶尔会出那个司机拍摄、啊。我感觉大镰刀确实不容易在普通死。普通大镰刀挺好躲的。我感觉那个小镰刀普通比较容易死，200血一进去。大镰刀我们这里没死过人吧？
普通，主要是普通不咋出，确实不咋出。普通一把里面最多出一两个。你别急，我他妈的。叶白，你没被那个镰刀砸到头上过？我自己钻进去。没有啊。我很经常就是那个镰刀快落下的时候，然后被 boss 一把推开。不是你也没在线，你在说什么？谁是蓝之人啊？你呀、啊？你怎么回事？行。我先看一下，十一点要怎么？一瓶药下肚，十一点。哎，我现在一瓶药还没吃啊，我还有机会能创造有不吃药的奇迹。哎，我现在周军不一样，医学奇迹，医学奇迹。我一直在给盾，说实话，我其实算给奶。我开，你是房主，你要我开。我在打、啊、谁在打、啊、我这儿有 Emperor， 这个是皇帝嘛，等一下，等我看一下，我小看，不是我发现啊，不是我坑他，我不能接受，哦，扣分，蹲着这个坑坑。扣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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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主要是雨伞那个后轮会颠两下，看着自己以后会在那颠两下啊。你们夜白吗？嗯，雨伞那个看着自己会在，你看会在那跳两下，你看，或者你可以快速按空格两下，但它也会跌。哎呦，会跌两下什么意思？就脚会在那颠两下啊？对的，给他吃到了。画下不会画，这人儿过去了。你想一下，你下的空格是开技会，于是开技了会。你想开那个条了以后，它是特殊的。OK， 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这个打了伞，然后导致上种那种飞机有飞机那种效果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就浮起来，对吧 ？OK， 合理的物理引擎是吧？牛顿开心从棺材里爬出来了。谁呀、啊？你在干什么呀，兄弟？对付吧。哎，我们恢复 buff 出发了。啊，我也是。我还没出发。啊，差不多了。啊，3.6，加油！哎 ，K， 你看这个空格。等会儿，我现在。啊，没事的。蹲监狱的。我操，这么难啊！我连锁伤害比我低。真的。1505，他1505，真废呀、啊！这个 War Dancer， 真废、啊！哇 ，Dancer， 来西家或者伤敌吧。谁输出最高？我吗？你输出最高。哎呦，高手！你他妈有朱军酿啊！哎，那还是得说一句，赵云是嘟嘟的附庸。这不应该也可以吃到土贝吗、哦、Fate Amber Fate Amber 没有多少50万银币，向银打了个啥，然后就卡在这个界面。 OK， 我已经留了这个 Expertise 戒指了、啊、我已经开始留东西了，兄弟明白了吧？好懂了懂了你1520就可以了呀。对呀、啊、我已经开始留了呀。我靠，牛皮，未雨绸缪，按一下确定呗。牛皮，按一下确定呗。我操！我出蓝的那个蓝的疾风，可以不？加蓝的什么？疾风啊？蓝疾风不是必出的吗？他那个是必给的呀。真的吧？真的呀！我还搁这沾沾自喜。上第一把哈利狗斯应该是紫，然后这把应该是给蓝的，他都会一层层给下去。
操，我说实话我都没上，我没上技能。哦，没上技能很过分。他跟我再多两个美日啊，跑两个那个四四费顿四四。我四四跑完了。我已经不跑四四四了，四四四太离谱了，因为只有三个格子。四四四你就跑那个佩顿两个加一个 Moco Go Island 呗。哦 ，Moco Moco 是吧？嗯，对啊，那个只要一个点就够了。佩顿你聪明，真聪明，你是真聪明啊，小。嗯，不知道你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，但是行。赵将军的精英之作，毕竟是小猴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感觉你在骂我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哎，咱俩玩这个，我怎么会骂你呢？我们这个队真能进困难那个梦幻一二吗？我靠，自己开队呗。Mococo Soft Strong 是谁开的不迷糊？来，我开队了。OK。G 2 2 Mococo Self Strong。Self Strong。操！哎，我开不了这个破逼队。嗯。你对耳朵，对耳朵。哦，看到了精彩的东西。啊、哦，这节目不比他妈看三轮好看啊！赵军环视了一下自己的枪。Moco Island 从哪里去进啊 ？Southern 吗？没有，你进趟 Moco Moco 就行了，他的任务在 Moco Moco 上。我知道那个岛，那个 Lutera 上面一点 ，Southern Northern 下来吧，一般是。确认，确认。这个也是排位啊，认真的打。Lutera 好像比较近一点。哦，开过去，我跳了8500硬币，疯了。不是什么情况？有雨伞接吗？有队伍，有跨界啊！1490男枪 ，OK， 就你了。嗯。那我们的奶怎么办？早等呗，看着怎么办？等呗，按等呗。我的船他妈开的跟他妈鬼屎一样慢，跟爬一样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是一到二，我们三打不了。是的。你出来点点完再打出来。这什么模式？再找三吧。那打了。你就写一杠二吧。写一杠二，我就写一到二，行。你写的一到三。我选择一首《天台突破》。好，有人蹲着，一个爆头，很好，完美。24人怎么全在上面？这个东西。我操 ，Azina 的督军。哦，那个啥，那个。九一，你把那个 N 的那个 Adventure Home 那个都领一遍，你也到20-30。哎，有1510。Luna Punch。他432，他甚至都没有53。没有那个。没关系。但他是全套梦幻装备。那说明他是 Require， 他有东西的。Looking for Sub。这对我会有辅助来牢吗？还没搞定，为什么每次出来这么？我们需要 Manny， 没办法。Manny 是不是打过了呀 ？Manny 都打过了，打过了 ，Manny 打过了 ，Manny 的车头烂掉了，我去拖车了。哦，有辅助了，真有啊，真有辅助。哎，他是我们兔子家族的，我操！我操，那直接放我们这一队了，是不是？他会出来了吗？来了，刚裤子衣服都穿上啊！我穿的呀，再穿了，哦哟，我操，我明天兔子，这谁看了谁不迷惑 ？OK， 我的三轮修完了，又来一个，我操，还有高手，我看你，我操，四人就放，又来一个，怎么？我操，直接给这个，我想为什么？算了，不提了，会放 DPS。迷糊了，我操，这不迷糊啊，这我们这队我操无敌啊，这谁看了不迷糊啊，这三个二v二吗？
都给我 DPS 速速速！第一次知道刀塔的排位啊，1561啊啊！我要给他踢了，你是一当队长吗？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出现在这里？我想要他，我要这个，我想要这个督军，怎么样？你这啥双排吗？那个督军吗？我要这个督军。不是刚才那个督军吗？这个1561怎么想不到为什么他来带小豆芽？不是，主要是刚刚，但是讲真啊，其实不能带这督军，因为督军刚刚他抛弃我们。嗯，没关系，他是自走的，好像没关系吗？ OK， 给他一次机会，给他一次。人总会犯错是吧？人总会犯错，对吧？回头是岸，对吧？至少他会回头。left。这边完全打不过咱俩。我玩的是那个二 v 二吗？对，还有是谁？二 v 二。是，那个 ，sorry， 你我们要不要吃饭？我不用吃，不用吃，这吃啥饭？真的假的？搞这些啊？暴毙呗！看，这个法师和他妈刀锋是一个比一个畜生，这两个。哦，你也知道啊？嘿，看个 mid， 看下我输出啊，一会儿。嗯。高手，高手，给你们看，你别他妈又搁那他妈瞎鸡巴嘲讽啊！我跟你。两把 P90，啊，好像快断电了。铁盒堕落了。我说对面两把。啊，这边怎么还有梦幻节目？啊，小豆芽某 Coco Soft Strong 1490队伍，全员某 Coco， 全员某 Coco。嗯，陌生，别走去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快来，快来，小兔子，大兔子，大兔子。大肚子老子被下车啊，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还在打哈呢？我吃兔子太畜生了，不是这个太他妈好笑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老子别下车啊，看马上开始，为什么在开？这还半小时不是吗？我爆发药了，我跟你讲。意思是，不行，跳车了，这怎么？那我想跟你御三打本。那啊，那没事，那我不想跟你那个。我不想跟你玩，我不想拿雨伞给你打了。那怎么办？我看还有什么节目，还有卡本。真得看我们某个 self strong 真的。还有个普通梦幻，我操！哎，完了，一个人打不掉。我头好痛啊，弹一会儿。哎，我拉球，我拉球。干嘛？这样一个人打不掉。但我有伤害你，哎，一个人都抓不死，喂。开始虚空吟唱。哎呀，打真快，兄弟！我操，我们第一个打完，我们是冠军，我们是冠军，我操，无敌无敌，真牛啊！啊，这边赵建义准备一手中场清路。哎，拉球拉球，我拉，打带着。完美一条，哎，这 MVP 没了，这 MVP 要他妈被那个 counter 那个门他妈的，那个啥的，没事抓烂的没事，打完了，没事没事。有中间 counter 我 counter 六个 ，OK， 确定吗？我操，无敌无敌！哎，这什么蛋啊？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个蛋有点理解的啊。能不能吃吧？那个蛋能吃，能吃，能吃，但是没有用，门子没有用，门不能做，蛋能吃，门不能做，蛋能吃，蛋吃了没有用，蛋吃了没有用，没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操！你看吧，我吃了没有用的，不回事，瞎了瞎了要瞎了，真他妈好玩，我操！这个画布，这个踏雪寻有了没品，确定？应该是能看到特效，但是。我操！打的真快，打的真快！那我看看是谁没有点确定。嘲讽，嘲讽，嘲讽，嘲讽！超了，超了，超了，超了 ！Amigo 爹爹啊，我的。我将军是完全不看拼点啊！但他发了一个人啊，没守住。我劝你善良。我劝你善良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，往往边上拉。可以打，可以打呗，可以打呗。OK， 可以打呗，可以打。得起，得起，这个得起。阿米得勾勾，哎。蹲这儿。阿米得勾勾 ，OK。蹲这儿，蹲这儿，蹲这儿。潮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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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不了，动不了。快，没投票的同志们，快去投个票啊！
大限将至啊！大限将至。帮我选一下老师，我就是木木他剩下来的就是没选的都我都选。啊？就是木木啊，有没有人没选木木的那个语音包的？啊。还剩多少？我选多少？啊、就帮我随便挑两个。就木木的全留呗。太过分了。不，他那个不是这样子的。还有什么？好了好，不要点了。如数家珍。啊，木木总共四个，有人选了两个，刚好还剩两个。OK， 这我都来选了。OK。你那什么录了没有啊？什么？没有呢，录不下来。录了吗？录了，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。效果不好，效果不好。就听着就听着就很刻意，真的。没有，我们这边打那么快吗？真的，巨快。我操！无敌我的！我们多少次梦幻捞出来的？无敌无敌无敌，三次了，对面还没打完。怎么说？四次啦！刚才是背后划过去是什么东西？还没完，有完没完？对面是不是没 P 到完？有完，肯定 P 到的，放心。然后把那小兔子带给吃。雨伞伤害怎么这么还高啊？哦，因为他跟着奶奶那个一门里面的那个，一门里面多打了一点。因为你们两个分伤害啊。这逼抢我康特，抢我嘲讽，我操！哦，因为他是另外一个。嗯哼。啊，好疼！啊，他给我要了。这个奶妈不给加上给蛋的还可以，还行吧。对于输出损耗来说，给蛋其实挺好。对的，死活着才有输出啊！重甲，这就重甲的意义啊！真的，重甲的魅力，重甲死神啊！不尬黑的，行的。我操！我找 Net 哥哥学的，你开玩笑 ？Net 哥，好恶心 ！Net 哥哥，咦，这个更恶心啊！这个更恶心啊！没有金卡，但有紫卡。妈妈！我操！哎呦，全我操，牛逼！死神！我没有点背击康的那个，就传送康的、那个。你要全康吗？我是说六下康特那个、哎。我现在是先在 P 的，我们输出太慢。那失去了赵将军的节目。没关系。好，他直接跳开了。玩鸡吧，等到再过一个月，赵将军就原计归来了啊！龙王归来，原计。把这 Hunter 队长给一下。好、哦。哎，还别死哦！我操，高手会死啊！喝药，刚刚那个不喝药差点暴毙啊！真高手吗？真高手！我操，这平常打这玩意还挺疼，你别说。是谁没点确定呢？没有，我给我 buff 加杀。哦，他 lag 了，我就说他怎么一直不给我盾，不给我奶。哎，上面去一个。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我们家四号，我操！这个奶不会玩、啊，没有，他说他 lag 了，那他 lag 跟他进点有什么关系、啊、就卡在原地啊。不，他能动，他那个他不知道机制。他刚才在六点没进这个机制的时候。哇，他走了，他往十二点走了，然后他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他在中间打那个包在放技能，我看到他在那边打 boss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在确认。没奶了，你们俩自己稳着点啊！我操，贼稳！放个觉醒还给自己放了。干黑了！得跟着转，得跟着转，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
这三只小兔子在猛锤，还有一只小恐龙还很在努力。我中间这中间去他妈踩格子，我操，太经典！我操，高手呀！高手呀！高手！我操，我要死了！我跟着。我操，好日！我操，我要被烫死了！真得吃，真得吃！我还有两瓶药，好慢啊，打的！啊哈！我想知道那个女权什么时候出啊？女权，第三，第二是你吗？第一是死神，第二是我。啊。第三是那个女权，第四是麦克。但我真的快没药，还有几吗？我也一瓶。快来救你们！那这边需要什么东西、啊哎？太抽象了。带屁的啊？你得放那个耳钉呢，我们人不够。我去把小怪打了呗。我不能去，这我不知道。我现在有两个，打完了都。弱者。然后还可以再拉一个上来。声音怎么哑了？是的。两个。下周给我。笑死我了。那个手。留两个奶吗？那就抠的抠一起带着吧。抠抖哥是啥？小心！抠死神，那死神不小。我操！他死神159几吧？159吗？反正没有太什么有这个压力了。嘿、哎，太强！四了。哦，其实我也没要了。快走！但是问题是，你让他烫一下就抹抠 buff 了。那个小王没有，啥都没有。别急，能晚出发晚出发。去打拳。OK， 我偷偷挖你出来，你们没要，已经是最后的求生手段了。为什么我后背这么肉？因为我觉得时间不够。三分钟还有47完血，我们机制都没做。对，狂暴。个人建议重开。嗯，狂暴。把那个右方看，右方看一下我们这个康怎么样。你们是去做慈善去了吗？我们也是抹抠粉，干什么？啊，我们新手呀。OK， 好，对，没事。可惜，那晋级制了吗？活下来。活下来。先生给一下队长。好的。晋级制喽，阿金娜。我操！只剩五个人。OK， 脱离两个人，哎，天哪！我操，这他妈能给你看到了！马氏和刀锋这两个职业真的，真的抽象。好，都很强。啊，都是高手。他妈不是六个人，一下一下没看到，真发无语。完了，不要回死。嗯，有个人没点确定，让我看看是谁。哎，小豪。哎，我这个盾啊，给的比他妈奶妈还多。哦，最后一秒点，很过分，很过分。没有。那肯定是全。进一重开。啊。啊，抓到了。点了、啊。我第一个点的。狗手。安静的看你的脸，那主要是没有奶窝，动弹不得。为什么还有人点否吗？是啊，哦，萌宠礼盒。要买一个。
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们按了，要不，你不玩了。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心。来就来就。他妈的，一五四零的角色快要被一四九零的本秒，这他妈！我不能接受了。我用不过都要过，必须要丢暗雷，必须要丢。你、就我俩。十九 K 平，史密斯一千九百平，一万九。我不能职业，哎呀天哪！一万九千。无力吐槽。老师 BC 我都给他拼了危险了，他还能在中间吃个鸡冠，我操！见了危险 ，OK， 这里有东西，把头伸过去。对，看看看怎么回事。这里有东西，快让我看看怎么回事，让我康康。什么？这里有个屁？让我看看什么事儿？让我看看。嘎？什么事情？让我看看。哦，我是放蛋是干什么？不给我加的。我给炖。硬吃，吃我吃。好吃，好吃。他可能他觉得他能给我们回血，是不是？几个菜呀、啊，回这么多血！啊！救命！哎，还好，我操，吓死我了！这让我想起我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找了半年回血是哪个键，找不到。确实，我们当时找了很久，就奶妈到底哪里有回血了？没想到吧？现在能吃了吧？现在吃有用吗？现在吃有用，我操！后来他跟我讲根本没有这玩意儿。然后当时奶妈感觉还特别、哎……什么情况啊？我没被碰到呀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想想没？呜呜呜！哥们儿，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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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又上去，下不上去又下去了，精彩精彩 ！OK， 撞一个，你看刀锋，我就知道是刀锋玩家，哎，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哦、这么职业歧视的，我不是三十呀！我把自己摘出去了。哎，能潮能潮能潮，那也摘呀！刀锋是刀锋，四十四十。刀锋是刀锋，老色批老色批。OK， 一个是刀锋，一个是出生是吧？都是出生。OK， 都是出生，攻击性太强了。不要玩，真的不要玩，四人会变得不行。真得学我而已当工具人，就是什么你叠二层最后那一刀一定要劈出来，我操你他妈这队友都要死光了，一定要劈出来，我一定要完成我这一刀。我操我刚才卡天猫一个嘛，那我要怎么击穿？打一下你一个号的天剑，可以。看见是这个卡包，四个人同时给哥走，还行，这把这边打的挺快。对吧？我们这次好像差两三次，他就打完。一半快两次，这是三次好像。上次上马是四次，五次，上马四次，上马四次，上马四次。超红，好潮。豪红，嗯，我操，他直接漂移了，你看到没？是为什么法师的觉醒能
一个觉醒不满条的，我操，这是什么反人类的设计啊？觉醒满条，那法师无敌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太他妈削弱了吧？没不不没有，从来没有这个法师大招满条的。哇！我完了，我死了。我有点想你干嘛了。对啊，还是能被一巴掌拍死。记得。没有，我被拍到水下面去了。哦，我以为你是直接变成二 D 的呢。记得。你一定可以的，老师比按对那一次，这样你都不去尝试一下，你怎么会起来呢？超本，超不了，他是七秒钟 CD， 把那个就像蛋吃。知道。地板真乱了，这个队长是他妈的 autistic， 我操！我不是六 D 血，三位，哇被直接秒了 boss 50万，那会可以秒这么多关系？我操，都活了！牛逼！上把看来他真是卡，这个队长真的。了我操，他加伤了！我操，我一戳1800万啊 ！What？ 好，好爽！为什么不死呀？他为什么不死？零血都不死啊？在做机制呢，他。你看，这不就过了吗？连 boss 都知道做机制，哎。连 boss 都知道做机制。哎，我出去打看，我操！boss 都知道做机制的时候不能死你那老师兵。怎么？哎呀，真的恶心了，操！别动，好吵！啊，不一定有要的啦，我跟你讲。肯定有。这速度很慢。我操！这什么戒指呀？带出两康五就够了。确实。嘲讽。好长，哇！这个如果是什么贝基 master， 我操！你说打天界啊？普通还是困难？就你这个号啊？可以啊。我不还给你留了一个奶？啊？还是说你想打？哎呀，我真不想打这号，今天算打了，打有钱。打了有钱，啥话？换一箱。小红，你想办法去搞掉这只狗，小红，就搞上面只狗。嗯。我打左边那只，然后下面那只谁有空谁去打。我来，我去打两只，我当两只。OK， 我去打左边。我跑得快。他有给个蛋呗？他会给蛋不？兔子家族给个蛋。啊、哦？给个蛋、哦？他不给。我天啊！我天啊！这场我们要用什么办法弄死你们呢？他妈是给我打掉！你故意走到那个走星星的机制？哦，会有的。我的伤害都是持续型的，我们要瞬间爆发型的伤害啊！我马上出了，我在等开门。好的。啊，没事，我不着急。好的。那这个 DC 改了设置之后，让我发他这个 icon 我还不认识。好的。EVP， 我找个机会，能逃吗？进了吧。没吵，哎，上岛，上岛。你那个一道 P 死吗？不能。这应该是高山，我记得。高。在想什么？我三点的小怪一道 P 死。好长，打普通的可以秒，打困难秒不掉。嗯，
这技能怎么没中？没有金卡、啊，这都没人出金卡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我感觉，就你不需要吧？四分钟，十块钱。我看另有变故啊！难受住了。话说为什么没有重刷票？对，也没有票。啊，就第一次打的时候会掉。OK， 换。我给温九推了个东西，温九好像很喜欢。好、哦，细说。你看我，还有我操，太牛逼了！我操，真牛逼！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！哇，真的，这盘都要按出火花了。这个 uptime， 你就说强不强？哎呀。怎么说那个？为什么我们的兔子少了一只啊？不知道呀，虽然我伤害比他高，但是我没上榜。为什么我上榜，但是我没有一条杠呢？因为你三个都有。这个 uptime 强不强？快点夸一下！好，牛逼！啊，我看具体多少，快，截个图。你怎么看 uptime 呢？你截个图给我呗，直播也可以。我只有正常的 meter。就正常的 meter。这个我看差你多少，不，我看看高你多少。好，我看一看。那么 DPS 第二能不上榜？我高你这么多啊？对啊，我输了呀，打不过呀。主要是你有毒军。只能说没给这个 boss 带到他妈角落里嘲讽。主要是你有毒军，然后我是个测试。哎，雨伞这个职业伤害是真的低。第十一，但我刚那个督军很，只能说同时督军，就是同样的配装，同样的这个东西，确实强的强的强。灭世暴龙，啊，我能打过那个逼窝蛋水已经不错了。窝蛋水傻逼，窝蛋水很厉害，就是他抢了我们兔子家族合影。雨伞这职业是真的垃圾。哦、要不是他这个萝莉，好、哦，你不喜欢雨伞了，我知道了。可爱是可爱，要是有伤害就更好了。可爱与伤害不能并存的。准备。那我看看是谁。哎呀呀！被定住了。嗯，马可波罗是吧？好、嗯、啊，呵呵。哎，要是现在母后 buff 触发了，你不是记了吗？等会。所以啊，尽量不要触发。然后吃药，吃蛋，那个至少这个 RZQ 的符啊，真别省药，没关系的。我在打字，刚才。哟，这干嘛？RYBY， 我说实话，那个人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不能吃爆。那个圣骑说 BY， 我有点不行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他这个一四九零，很强很强，对，相信他，相信他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相信他，相信他。他不是一四九零吧？一四二零好像，还一四三零。他圣骑啊，他是。圣骑没有武器的呀，就他这个装备都没 CD 宝石，没三加宝石。进来一次，进来。还有 Holy Sword 的三角，我操！我有个暴击手镯，吃下，戴一下，戴一下。我有个暴击手镯，戴一下。先换一波装备，我操！我操！287，回到这个项链好，换一个。我操！我是戴金身，我相信他会不死吗？我肯定戴金，肯定戴金，肯定戴金身，肯定戴金身。戴金身，戴金身。第六吧，第六没有高。精彩。第六，我也没高、啊。第十一、第一、第六 ，SQ 上 SQ 七、SQ 五没有高。SQ 五。看来你看，Blue Shaza， 一二。还有狗粮呢，哦呀！小红靠了吗？靠了。
有 SQ 的吗？我操！反正我靠，是。走快快快打那个Witch叫我吃饭。Witch叫我吃饭。Witch。哎呀，现在这么说人家了是吧？不是不是，主要是他的我这只要是形容那个抓人那个动作。好好好。好好好。希望他不知道你这么说。人他妈让他知道的，疯了。哎呦，那就属于是惊动了魏曲啊。林奈可惊动了魏曲。咋呗？还来？小白球跟住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我玩那个 BCB 啊。我操，又来一次啊 ！BCB 也行。BCB，BCB， 上次 BCB 没打完呢，我们。嗯。啊，地板，地板，地板。一下。这没坑。我挡住，挡不住，我操。哦，这个转头，草壳了比较没有问。哟，草树影，有挂，我刚续了一刀。这个中间那种搓背你知道吧？真的啊！我在猛猛出紫卡。Patty， 我把上一技能全打出去了，兄弟，不打出去真气。为啥难受我呀？我觉得要晋升。我觉得跑两次能掉一张卡都不错了。正在带，正在带，正在带，我来带，我来带。跑两次挺难。我来带，我来带。马可波罗斯出了吗？我操，这个男枪，我操，差点给我弄死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毒液差点给我弄死，然后他站在圈外不进来。这个男枪我直接盾加盾反，我直接盾加盾反挡的。这个沃丹斯想去偷伤害，然后没吃到盾就跑出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巨抽象。怎么说一下，可以说你等下窗，等下窗，等下窗，就这边，就这边刚好看到没，为什么大半夜这么热，现在是冬天，我来哟。哎呦，兔子家族的奶，我跟你讲，快放蛋了！太骚了！其实我们太熟练了，觉得我们太熟练了。我操，高手，高手，真高手啊！高手，高手，都是高手，真高手！检验成果，检验成果，你知道吗？炒掉了吗？那个是？对，炒掉了。哎，其实我更喜欢炒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其实不用炒，这个是铁包能打的。包恶心啊，看那一下，哎，这他妈的怎么转头啊，塞个塞个塞，看看看看看看，二队他妈还吃一下，真不行，这个二队你看跟我们一队比就不一样，完了，我他妈的对，没事，我到。你看这个男枪，这个走，拜拜。这
这南枪是哪儿？枪不知道，看一看。他也不说，死了也不报。他的名叫什么？我来看。是啊，他的名字叫什么 ？Max Jr. Max Junior Max Junior。他没叫位置。啊、哦，没叫位置。哎呦，他没，哎呦，我他妈又空一个决心。我废物，废物。还是不输，还是不会玩。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s.我来了钱多了，真恶心人啊！这东西害得小红也没了，真恶心。还不如我们俩进呢，还不如你们俩进，真的。就是，哎，我们俩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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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抽药，抽药。他真没叫吗？没叫。给他们放个这个，给他们放个这个。哎，真的放，真的放，真的放，真的。无所谓，他们是真的放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这杜鹃啊，打错了，不会吧？就是杜鹃怕这个窝蛋他打不掉，去帮他打。不是我看那个，他是有理解的。A 心疼 A 的飞快，我操！他是有理解的，他是有理解的。我的心心疼。好。有人死了。不是我们的方块呢？不知道，没事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再 P 一个尼亚夫。我操，被害了兄弟，被谋害了，被谋害了，打错了呗，意思就是没打错，但是他没打掉，好像。我就活了三个人，星星出问题。那个方块那个糖人没了，人不见了。对啊，方块那个糖没出现。从南到北，
圣骑打错了，要么就是圣骑打错了，要么就是被别人 K 了那个躺。是 BY 死掉了，这就是自强队嘛？真的自强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没有办法。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面包。我操，看我看我跟奶直接去跟我奶跟奶单挑，跟奶单挑，跟奶单挑，我和奶单挑。哎等啊，他在站外面，哎、谁都别吃，啊、谁都别吃。啊、OK，、啊、他过来了，没有他过来了。别火！哎，这波蓝色可能进的有点早，他晋升了。有点早，今天有点早，他得吃药，他得吃药。他今天我想死，没药，估计没药了。哦，他吃了，吃了一口大药。就你们俩两个地够吗？够，还能劈，还能劈，你要不？能劈一刀啊？一刀也就六管、啊。够，还有四分钟了。十三个亿啊！你们怎么打？我操，拿命打呗，那能怎么办？那我这个马上被抓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没看、啊。操，真疼啊！操，这个不疼他妈不掉，说实话都活了。那我去泡个茶吧。OK， 你还有茶喝？放一下。至少胃不好的人不要喝茶。那你觉得？你觉得可乐和茶之间哪一个更不应该喝？应该喝可乐。对。让你身体上受到伤害，但是而且你那个身体也会你觉得白水这个东西怎么样？白水很不错。世界唯一指定矿产产品，这画家这么玩啊！哦，又掉了一个，已经猜到他要掉了。申请脱骨，咋他妈多动症啊？我没看。那个逼死你一个，就你一个地狼，嗯，一个地十亿，那位能帮你打多少啊？两亿啊，打四百四百二十八 M， 这个我看一下，我留个看。我哟，好，打牛逼，还不够，算真不够。那还是肯定不够的，那能怎么办呢？不知道呀。那重来。感觉要这个。你的，你看你的 DPS 是 2.8， 然后呢还有9个亿。九亿，那点了吧。你算一算 2.8 点了还多久？点了吧。这波星际糖太蠢了呀。这满地都还空。啊！继续丢他妈的暗雷了，受不了了，打太慢了。这我直接丢。光人进去怎么说？直接抽水马桶。抽水马桶都出来了啊！那个拔刀斩差点给我炸肚子。2.07，暴率20，35。按雷了，头被加伤了，我操！
拉满，拉满，拉满。我要连盾反都在打伤害，兄弟，真的牛逼！好累，想摆烂了，这就累了。不，好累。开荒木比这个累啊！我开荒木哪？看你现在是个什么东西？主要是我现在需要揣测我，揣测我家奶的心意。但是我不是很能揣测的明白他的心意。哦，这个超破，点亏，打，只要进机之前把双方放出来，后面会 CD 转得快一点。怎么打这上面给我真的切了点东西？搞定，记住。干什么？怎么在普通？在交付阶段。这没上我矿的，操！我就暗黑，我就这个。哎，差晋升喽，拜拜喽！我给个盾，给个盾。哦哦，你们在 Ezekiel 吗？是的。这个逼他妈的！这个是鸡巴督军，我操！有那那个。我等个康，等个康。好康啊，好长。啊，这是康，这是康。先给你放，直接给你放，他不减伤的。救一下。不救，不救。谢谢你。这怎么没出去啊？没扛，没扛，走走走。别躲。我他妈，我谢谢你啊！我他妈，哎，我出不去，哎，我出不去，我操，是真恶心啊！哎，我说啥，让念宁来玩那辆车，应该是这车来玩，对吧？有你，真的来坐牢，我跟你讲。你说狼其实这也除了伤害低了点也还好，这个是原汁原味这个机制吧？原汁原味的梦幻，真的原汁原味吗？操，这他妈不是 stag 啊！还挺原汁原味的，这个又有吗？这个东西好完全不知道往哪里走。打本啊，受不了了！看看看，这安雷我丢，这安雷我丢！妈，这个男枪怎么又他妈鸡巴死了？我丢了，我丢了！呼！好康！哎呦，这个妈什么潮啊！我操！会不会嘲讽吗？哦，这个东西还要跟你抢潮，他潮了一个所有人都打不了的位置。
这就是传说中的都别打。不，都别打是他自己能打，别人都别打。他那个库莫是自己也打不了。刘天天的有笨蛋。